掀开经本，旧盘查网寄送第六首啊，遇海飘轮居众苦，智光普照灭无余，借出苦矣为说法，慈妙庄严之所悟。前面我们看到妙庄严旧盘查王，他得的法门，也就是他自己修行正果的，是消戒一切众生爱欲海啊，他是有这个法门的。正如一真法界啊，正如法界那么我们看他的赞颂，这一节清凉大师有注解啊，注的虽然不多，这个经义都跟我们点出来了。初具欲海，欲为苦本，云居众苦。二三句是怎样消除啊？既欲物止，当说善行啊。清凉抄里面，欲为苦本者，法华云：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啊。这个经上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苦从哪里来？苦从贪欲来的啊，贪名贪利啊，贪爱五欲六尘，因此永远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。现在我们看经文啊，欲海飘轮居众苦，这一句的境界非常广大啊。欲海指什么呢？指的是六道啊，如果范围再要推广，十法界都没有脱离欲海啊，所以十法界都苦啊。六道里面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通通具足。四圣法界虽然没有坏苦啊，没有这个苦苦，它有行苦啊。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都还有行苦啊，为什么呢？欲没有断根啊，欲是断了，根在啊。我们古德形容啊，啊，这个草除了，根没除掉啊，根还在啊。六道里面的苦啊，那草也没除啊。所以四圣法界的草是除掉了，根在啊。
所以他还有心腹。根要拔除了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他就生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就是华严里面所讲的华藏世界。这个阿弥陀经所说的极乐世界啊，那是连根都拔掉了。但是十方诸佛的报土啊，都叫华藏啊。密宗里面叫密言呢、净宗叫净土啊。净土之殊胜，实在讲并不是土殊胜啊，土是我们生活环境啊。华藏、密言、净土，生活环境都一样的，都是同样的殊胜。诸佛特别赞弥陀净土呢，是赞弥陀本愿的殊胜啊，那都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啊。弥陀本愿呢，是戒也，设法界业惑没有断的众生，这个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，不必断惑，是待业往生。西方世界殊胜，殊胜在这里啊，除这一条之外，诸佛净土无二无别啊，这个是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的宏愿，不可思议。可是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经，这是大家晓得的净土三经，就连祖师加附进去的普贤行愿品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这个经里面的奥义、密义，给诸位说是圆满法门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经里头有教、有禅、有密、有净啊，设方一切诸佛所设的法门，通通包尽了，一法都不漏啊。这诸位无量寿经念得很熟啊，你在里面通通看到。所以这个是圆满的法门呐、究竟圆满的教学，帮助什么？帮助我们脱离欲海啊！我们在欲海，在六道里面沉沦，无量劫来没有办法处理啊！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处理？很难说。何以故呢？因为没有智慧，你就不能处理；没有福德，你不能处理。弥陀经上讲得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善根是智慧，获得是定功啊，因缘是我们今天讲的机会缘分，你有没有机会接触到，有没有机会遇到啊，遇到好的老师、好的同参道友、好的修学环境，这是都是属于因缘啊。三个条件具足，那你这一生
决定得生净土，啊，永脱轮回。如果这三个条件有一个条件不具足，都不行。啊，你有智慧，你有福报，但是你这一生没遇到，不知道有这个法门。啊，有人遇到了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德，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信疑参半，没有深信切愿，啊，很容易动摇，这不能成就。世尊在《金刚般若》上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句话重要的开示啊，我们要记住啊。那法门真的是平等啊。我们如何修学呢？修学一定要对自己的根基。啊，法门平等是其理。选择法门要契机。我是什么样的程度，什么样的根性，什么样的生活环境，啊，哪一个法门对我来说呢最适合，啊，修学方便呢，那就成就就容易了，啊，在修学呢不感觉到困难。我们懂得这个原则，选择法门呢就有了依据了，啊，我们的根性不是上根立志，啊，连中根呢实在讲我们都顾不上，老实讲我们是下根之人，所以自己要有自知之明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人贵自知，啊，自知选择法门呢，就契合自己的根性。福德是什么呢？福德是你遇着好的老师、好的善知识、好的法门，你有福啊。善根呢，是你深信不疑。啊，我们求学，做学生的时代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还沾到一点私尘的边缘。啊，我以后恐怕这个时间再就没有。啊，师承是什么呢？跟一个老师学，啊，老师对我负责任，啊，他要是把路指错了，他负因果责任。啊，如果我们不依他的教诲，我们自己将来堕落了，他没有责任。啊，那个过错是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选择老师不能不注意。我的世法佛法都有师承，啊，世法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一个老师，始终接受一家之言。我说佛法最初跟张家大师，跟他老人家三年，他往生了，这一年
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，这是一个善知识，真诚爱护学生，我是被爱护之一，我跟他十年，跟他一个人学，我的佛学是在这里扎根的。这一生当中有一点点成就，老师教的，那么这一点成就，在弘法上的成就，实在讲也是老师加持的，诸佛护念，不是偶然的。虽然一定要开智慧，智慧不开决定不能解决问题，欲的根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的念头不除掉，你就有把柄落在妖魔鬼怪的手上，妖魔鬼怪就有能力动摇你，就有能力控制你，那么大家看过西游记，孙悟空本事很大，他的欲没断，他什么欲呢？他好名，我们俗话说喜欢戴高帽子，所以观世音菩萨知道他的弱点，送一顶高帽子给他戴，哪里晓得那个高帽子是紧箍咒，他一生就不自由了，就被人控制了。如果孙悟空连这一点点都也放下了，观音菩萨对他无可奈何，束手无策。这是他的弱点。那我们要晓得我们有没有弱点。明文利养五欲六尘，只要有丝毫贪着，那就是弱点。所以佛常常教我们呢，要把欲从根拔除啊。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连根拔掉了。四相除了，四相除了像草啊，草割平了，但是根还在。根是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后半部所讲的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诸位晓得，相是执着啊，见是分别。不执着了，但是分别还有。所以四相破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超越六道了。四见破了啊，就超越十法界了。这是真实智慧。学佛学什么？从根本修，根本修就是修一个无私无我。念念为众生，为社会，不为自己，你智慧就开了。智慧开了，是非邪正你就有能力辨别了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许多学佛的人没有办法辨别是非邪正，
正法学了不少年，一遇到邪法了，马上就变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他那个邪的根在，虽然学的正法的时候，依旧容易动摇。啊，他有邪恶的根。啊，邪恶的根就是我相我见。正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啊，往生的人说实在的话，我见我执虽然不能够断，要有能力服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相我见呢，要能够暂时不起作用，这才能往生啊。这个法门比起八万四千法门就殊胜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断这个五相才能超越轮回，断见思烦恼，断尘刹烦恼才能够出十法界，要断了，断太难太难了。你看这个佛在经上常说，小乘人断见思烦恼，佛用个比喻来说，如断四十里瀑流。这个瀑流是瀑布啊，四十里这么大块，这个面积的瀑布，一下把它截断，叫这个水不流。佛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那个瀑布的力量啊，诸位如果到加拿大去玩的时候，美国跟加拿大边界尼加拉瓜大瀑布，我去看过啊，那个面积小，不到一里啊，啊，大概是一两百公尺而已啊，那个威力之大，你到那去看，那怎么能断得了啊？啊，四十里还得了吗？佛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断火难，但是把它控制扶住，不发作容易。这个我们的确可以做得到。啊，我怎么知道肯定能做到？我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。问题你肯不肯干吧？啊，叫断惑，我不敢说我能做到。啊，福惑，我敢说我能做到。啊，我做到了。大乘法里面，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善巧方便，啊，叫我们起心动念不想自己，想别人，想社会。把自私自利、我相我见转过来了，这是大乘巧妙的方法，比小乘高明太多了。啊，这样用心呢，用久了，自然而然呢就断掉了。啊，所以大乘法比小乘法好修啊，好学啊。越是往上去，越有善巧方便。所以头一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三界六道苦，苦不堪言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人间，啊，本身有生老病死苦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八苦啊，真的，愿缘增慧，啊，冤冤家对头，常常围绕在身边，找麻烦呐。你能够避免吗？冤冤家对头从哪里来的？
生生世世接下来的啊。我今天看别人不顺眼，瞪他一眼就结了怨了，来生他要瞪你十次啊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今天冤家对头来的时候我不生气，逆来顺受，很欢喜，账了了，账结了，钱还清了，生欢喜心啊。别人回谤我们，侮辱我们，陷害我们，我们生欢喜心，没有一点怨恨心啊。这是我们学佛的受用啊，转过来了啊。冤家对头有了困难的时候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很热心帮助他啊，绝不会记仇，绝不会记住怨恨啊。这个我们在佛法里学到了啊，这是智光念念有慈悲心啊，念念不迷失自己啊，乐意的帮助一切众生啊。我们常常起这个念头啊，那个自私自利念头的时候越来越少。少到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了。我们这一生呢，念佛往生净土啊，脱离六道十法界，自己就有把握了啊。所以要真干啊，要在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、应酬当中啊，把这个错误无始界以来的错误念头转过来啊，把这个念头消灭掉，那个很难啊，那是断烦恼啊，一般八万四千法门用的方法啊，大乘里面佛教给我们转过来啊，不再想自己。不再想自己的厉害啊，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的厉害啊，想一切众生的吉凶祸福啊，想整个社会的安全利益啊，这就好，不再想自己，自己没有了啊。不知不觉的你就能够其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。功夫在深呢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啊。然后你六根接触现前这个法界是平等法界啊。平等法界是，哎呀，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真法界。正实大乘经上佛讲，佛常说的境随心转啊，楞严经上所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，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所以头一句是叫我们认识啊、第二句是自己转，第三句是帮助别人转，先要自度，然后才能度他，自己没度而能度他，无有是处。这个话佛常讲的，先要把自己境界转过来啊。智光普照灭无余，这个灭就是灭众苦，但是要晓得苦是果，
果没法子灭。啊，要在因上灭，因是欲。啊，所以利欲苦就没有了。所有的苦难都是从欲来的。啊，怎样才能利欲？智慧光明就能够灭除啊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，要开智慧，不开智慧怎么行呢？啊，可是开智慧相当不容易啊，但是又是必要的啊，不能不开智慧啊。老师教导我们啊，我头一天啊，这是真正接触佛法。第一天见张家大师，我跟出家人头一次见面，他老人家就叫我看破放下。看破放下就是智光普照啊。看破是明了啊，明了之后啊，就要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自己的毛病，放下自己的习气，头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习气是什么？贪爱。从这里下手啊，如何落实呢？老师教给我布施啊，随从布施下手啊。啊，那时我对佛法还一窍不通啊。头一天接触，向老师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这样教我。啊，我们自己生平最贪的是什么？最爱的是什么？你从这里下手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最喜欢最爱的是书，喜欢读书啊，我真是一无所有啊，只有两三套换洗衣服，一床被铺盖，什么都没有，书很多，喜欢书啊。对于书的执着，你们刚才看过我李老师给我这个本子，你看在我手上50年还保持原样子，你们就晓得我对书的爱惜啊。我的书通常绝不借给别人，我借给别人他给我搞坏了啊，他看他不爱惜啊，看到哪里了他把书叠一下关起来，那我一看这一道印子难过啊，多少天都心都不能平恢复啊，不爱惜书的人啊。啊，虽然张家大师教我布施，那是最爱的东西书，好了，这就宽一点吧，可以借给人看了。啊，从前不肯借给人，现在人家问我借，我可以借给他看了。还是反复叮咛啊，不要把它弄脏，是不是？反复叮咛。啊，这过一个时期更进一步了，就反复叮咛不说了。啊，换句话，你去看好了，我没有任何条件。从这个地方逐步逐步慢慢的放啊，啊，而是张家大师很可爱啊，告诉我你好好的学6年，哎，真的，我到6年才对于心爱的东西不再执着，不再计较了啊。我很珍惜看到那个时候我离开了自己工作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老人家办了一个图书馆，叫慈光图书馆啊。在筹备期间我就参加工作，以后图书馆成立之后我做管理员啊，所以有很多线装书我来修补啊。
破损的地方我来修补，啊，重新装订，啊，来整理这些典籍习惯书。所以习惯什么，从你最习惯的那个先放下，啊，先要实验，这是好办法，啊，最喜欢的东西都能放下了，那其次的都是很容易了嘛，啊，这问题好解决了，啊，所以万万不可的时候，哎，不喜欢东西慢慢放下，喜欢东西那你就难了，你到哪一年才能放得下？啊，所以一定要咬紧牙关，最喜欢的东西先放下。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最喜欢、最贪的就是你的病根，你的苦本。啊，我们修行，你看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从根本修。啊，我们要把根本拔掉啊！啊，把苦的根本拔掉啊！可是现在有一些少数人啊，在这次法会当中啊，从其他地区来的一些同修给我谈到啊，有很多人针对会记本提出严厉的批评啊，这个呢也是从根本拔出啊，这是什么根本呢？善的根本、乐的根本、成佛的根本啊，那什么人把这个根本拔出呢？我们晓得魔啊，魔王波旬的子孙平常我们看不到啊，从这个地方啊他的原形毕露，我们完全看到了。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啊，魔王波旬给释迦牟尼佛说，啊，他发愿要破坏佛法。啊，佛告诉他，佛所说的法是正法，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毁坏。啊，它是正法。啊，常住真心。凡是能够毁坏的是无常的，啊，真常哪里能毁坏的？啊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佛说的是真的。啊，波旬给世尊说，当年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什么？末法时期的人呢，愚痴，没有智慧。他说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灭你的佛法。师尊听了这个话流眼泪，一句话不说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啊，今天出家披上袈裟的他是佛是魔，你就看他是做兴佛法的工作还是做灭佛法的工作，你就看出来了。他如果是做灭佛法的工作，什么叫灭佛法呢？增长贪嗔痴啊，增长你的爱欲，这不是佛法。佛法决定是跟这个相反的，佛法是减少贪嗔痴，降低欲望，这是佛法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观察了，每一天讲享受，每一天追求名利，增长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不是佛法啊。佛法是决定是减低，决定是消除妄想分别执着。
华严大经里面所说的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。你要能懂得这两句话的意思，你还会有分别，还会有执着吗？没有了。法法皆圆啊，没有一法不圆融啊。啊，所以不但是佛家的经教极其圆融无碍，古德汇集本跟原译本圆融无碍，翻译的本子跟梵文的原本圆融无碍，乃至于世间其他任何宗教典籍跟佛法也是圆融无碍，甚至于我们讲现在学校课本，幼稚园小朋友念的这个课本，小狗叫小猫跳，跟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圆融无碍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要跟你讲小狗叫小猫跳啊，也跟讲华严经没两样。啊，问题在哪里呢？你有没有智慧呀？智慧开了，一切通达无碍呀。障碍产生的没有智慧，啊，没有智慧，掉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，那就障碍重重了。啊，所以要开智慧没有骗你，一定要放下执着。放下分别，放下妄想，你的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说了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嘛。啊，实相般若就现前了。啊，你的般若智慧不能现前，总是心不清净。啊，所以心清净。就生智慧。啊，净宗的修学特别标榜清净心。啊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名号叫清净平等觉，这你们在经上念到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个是音译的，啊，梵文音译的，清净平等觉是意译的，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？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我们听到这个音声，要懂得意思啊，境界才转得过来啊。啊，什么叫清净心？没有执着，心就清净了。啊，什么是平等心？没有分别，心就平等了。啊，什么是觉心？没有妄想，妄想叫无明。啊，没有妄想啊，就觉悟了。你看看名号里头这个意思，啊，已经把灭一切众苦的方法都显示在名号之中啊！第三句是既出苦矣为说法，这句话你们能懂吗？
佛门里面讲说法要观机啊，机里面最重要的当机啊，什么人是个当机的呢？既除苦矣，这个人是当机的啊。既除苦矣这一句话啊，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已经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叫即菩提。这个人是当机的，你给他说法的时候，他一说他就开悟了，他就证果了，他就契入境界了。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的，不是当机的。华严讲的十种机，诸位可以参考啊，他不是当机的。不是当机，我们要帮助他培养啊，这是要帮助他啊，以种种善巧方便的帮助他降伏烦恼啊，也就是帮助他远离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帮助他立明文利养，立贪嗔痴慢啊，离开自私自利啊，这是先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他啊。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究竟用什么样什么方式来帮助呢？世尊用身教啊，就先做给你看啊，叫你在这个形象上看到你自己就啊，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做这个样子？他出生在王族啊，王太子的身份啊，世间人那个欲啊、欲海啊，他都满足了。别人要求啊，要求地位啊，求财富、求富贵，那释迦牟尼佛生下来就得到啊，这个爸爸是国王嘛。尤其他是长子，什么他都得到了，他放下，通通放下。这里要显示出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自私自利，他就修道去，过世间最贫穷的生活。世间最贫穷乞丐呀，他当乞丐去。你晓得这个用意何在？劝人呢，一切放下。这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普度众生。他跟最贫穷，社会上人已经把他忘掉了，遗弃他了。释迦牟尼佛跟他们在一起，使这些业障最重的人啊，在人间最苦的人得大安慰啊。你看别人不跟我们在，佛跟我们在一起啊，佛跟我们共同生活，得多大的安慰？普度众生啊，连最贫苦的人啊，业障习气最重的人，佛都这么样爱护，跟他们天天在一起，那其余的人更不必说了。这种示现就是帮助一些善根福德有基础的人，一看到他就明了，他就离苦了。
啊，对于这个欲望啊，它就降低了。所以佛用身教，用示现啊，叫我们在这看到他的这个些生活，看到他的形象，有所领悟。只要把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放下，就可以跟你说法了。你闻法就能开悟，你闻法就能够啊了解教法里面深密的奥义。这是我们普通人讲开悟，你就开悟了，你就能证果。啊，什么叫证果呢？你就能过诸佛菩萨的生活。诸佛菩萨的生活，我常讲啊，圆满的智慧，高度的艺术，啊，就是本经上讲的佛华严的生活。啊，自在美满，啊，所以说法必须有对象，必须知道关系。啊，现前没有当机的，啊，这个当机我们一般讲根熟的，啊，与会大众里头没有根熟的。啊，但是他也有善根福德，啊，我们要帮助他增长，啊，增长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啊，这样帮助他。如果完全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，没有，我们要帮助他种三宝的种子。啊，就像昨天巴黎来的李居士，啊，他是第一次跟我见面，啊，过去给我写过一封信，他在巴黎住了12年，啊，他是潮州人，啊，汕头那边在那边从事于新闻工作，所以认识的面很广。他接触到佛法，听到我讲经的这些录音带、录像带，还有少数流进去的书籍，他们看得很欢喜。他说，他告诉我，每一天自己在家里转录拷贝，到处送人，一天可以拷贝好几个袋子，他说一个月大概可以送三四十个这个录像带，自己在家里做，在外国生活工作都相当不容易，空余的时间很少，还是认真努力在做，把这些录音带、录像带，在法国赠送，德国，南面意大利，那么在这个东北面那边，瑞士这些小国他都送，他说听的人呢都生欢喜心，他要求我。因为那一边的中国华侨，东南亚的这一代的人，对于国语
听不懂，他们听越南话、潮州话、广东话，希望我们呢，用这些言语来配音，赠送给他们。那么正好现在澳洲净宗学会在做，马来西亚现在在做广东话的配音进去，澳洲现在在做这个潮州话，所以我就昨天正好悟行法师在，我就交代他，我们应当大量的做，赠送他，让他在欧洲去流通。他说那边的同修人数现在慢慢多起来了，也想建个道场，建个念佛堂。我说可以，很好，可以仿照其他地区净宗学会去建立。现在在欧洲，西班牙有一个净宗学会，伦敦有一个佛教图书馆，常常跟我们联系。我鼓励年轻的法师去，我自己年岁大了。如果去走一趟，我们自己在这里学习，又有一段时间中断了，那这个华严经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呢？所以我现在很不想离开新加坡，除非是不得已。能不离开尽量不离开，我让年轻法师到国外去弘法。这是把佛法的缘介绍过去了，看看他们的善根福德逐渐逐渐成熟了，成熟也分很多阶段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可以在那里成立净宗学会，流通净宗的典籍。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实在说，在海外的华人更需要，他们在追求，他们在摸索，总希望在物质生活之外求得充分的精神生活，而精神生活则在大乘佛法，真正接触到正法，无限的欢喜，真正肯发心修学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首偈，感慨无穷啊！这是我们今天现实环境的写照。这里面这首偈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智光。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求智慧？能够辨别真妄，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辨别利害，有能力辨别，这就是智光普照。我们一定
要明了啊，末法时期魔的力量太大了，极非为是，常常能够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修法来迷惑众生，众生没有能力辨别，于是被魔牵引过去了。如果在佛法修学多少年了，最后失去信心，也跟魔去了，那个影响力就大了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修行多少年，为社会大众所尊敬，他是不是有真实智慧，这很难讲啊。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，小智慧，小的德行，小的成就容易，真实智慧不容易。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观察？诸位同修如果很冷静很细心，还是有办法观察得出来，他有没有私心，他有没有自利啊？赞叹他，他是不是很高兴？侮辱他，他是不是嗔恨的面孔就摆出来了？如果还有这一套，他所修行的成就有限啊。不是真善之事啊。真善之事，你赞叹他，他不会动心的，绝不会因为你赞叹他生欢喜心，哦，高兴了。你当面侮辱他，他也不会有嗔恚。啊，他没有自私自利，他能一切为众生。你们从这些地方仔细去观察，你就晓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智慧，这个人是不是真善知识啊？从这里去看啊，绝不是他的信徒有多少，魔的信徒很多啊，拥护他的人太多了，我们比不上他，人没有他多，事没有他大，才更不如啊，所以不能用这个来做衡量。但是今天社会上大多数是用这个做衡量的，标准错了啊。这是古圣先贤常说，末法时期发若魔强，如果我们一心想到祈求这一生了生死脱轮回，你要走正法，你要信佛，信佛这两个字相当不容易。
啊，我曾经跟诸位做过报告，我学佛七年出来讲经，啊，那一年出家，啊，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啊，就上台讲经了。六年年才受戒，啊，又两年才受戒，受了戒之后，我到台中去看李老师，李老师一见面，要大声叫他：“你要信佛啊，指着我。”要信佛，你看我学佛七年，出家受了戒了，在佛学院这个教学讲经已经有两年了，见了我面，高声叫的你要信佛，别人听得都奇怪啊。然后老师叫我坐下来，给我讲开示。给我说，许许多多出家的老和尚到死都不信佛。我听了莫名其妙，不信佛为什么出家呢？然后告诉我，佛的教诲没有做到就不信佛。六波罗蜜，佛教你布施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佛教你持戒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佛教你忍辱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一条也没做到，所以到死都不信佛，太多太多了。最后老人家教诫我，什么叫信佛？依教奉行。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教诲，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。开经偈上讲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是智慧，能够将佛陀的教诲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上，这是奉行，这样的人才叫信佛。信佛的标准如是，不是普普通通的。那么世尊对于众生教诲最低的标准是无戒十善，我们做到没有？你没有做到，你不信佛。佛教界最低的标准都做不到。所以老师那个时候教我，出家人要求最低的标准，沙弥十戒。能够做到这个算是真正的出家人。在家学佛最低标准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做不到，不是在家信众啊。这是老师讲的最低的标准啊。沙弥戒里面最难的一条，金钱戒，
那么今天金钱我们不能离开啊！你要是手上没有钱，你寸步难行啊！你坐公共巴士，你要去买票啊！如何持这条戒呢？身上虽然带着有这些金钱，决定没有这个金钱的念头啊！事上有啊，心上要舍得干干净净，这是大乘法啊！特别是华严讲的“四”没关系，“四四无碍”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有碍。特别是出家人，十方的供养，连那个许这句事都知道啊，是不是供养给我享受的？不是，他知道我不贪财，知道我会把这个钱用在好的地方，不是给我享受的。是要把这个钱拿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人，帮助一些需要的人。你看这个念头清净啊！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之下，持不著金钱的戒啊，我们今天是这个说法，决定不说这个财物据为己有，那你就破戒了啊。这些财物是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所共有啊，我要很妥善的来支配，来运用，绝不是为自私自利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戒律在什么状况之下，什么时代里头，我们应该怎样受持？如理如法这才叫幸福啊！平常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以为自己虔诚的佛教徒，正信的佛教徒，哪里晓得全搞错了啊、说穿了呢，自己根本就不相信啊，出家还不相信，你说有什么法子啊？那诸位啊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搞得这个样子啊？《无量寿经》上世尊讲过了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。佛并不责怪我们。佛虽然不责怪，我们该堕地狱还是堕地狱，该轮回的还是轮回，这个佛救不了。说穿了，世法跟出世法一样，前一代没有把我们教好。前一代的上一辈的无知啊，我出家修佛跟大家没有例外，我的佛法根据是学来的啊，我跟居士学佛法，我这个出家师父还不高兴
啊，把我教训一顿。啊，你太傲慢了，目中无人。啊，出家大德里头就没有人能教你的。他说这个话，实际上就说他自己啊。啊，我回答的是，我说出家里面的大德多，能教我的人太多了。他不肯教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李老师虽然不行啊，他肯教我。啊，你们大德很多不肯抽出时间来教我吗？哦，我没地方学嘛，我只好跑到那里去学去了。啊，到最后我被开除了，签单了。我自己出家剃度这个道场，我对这个道场有相当的贡献，最后还是让我离开，永远不能回去。啊，所以李老师很慈悲呀，知道我。啊，所以那时就给我讲了，你学讲经，经讲好了，将来走投无路。果真没错。啊，你今天讲的听众听了很欢喜，哪一个法师都不喜欢，哪一个道场都不能容纳你。啊，所以我这四十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讲经说法，谁请的居士啊，都是在家居士啊，住在这里居士林啊。啊，净宗学会的会长是在家居士啊。啊，哪有出家人请我们？哪有寺庙能跟我们在让我们在那里挂一天单住一天？没有，你才晓得可悲呀！啊，真正悲哀到了基础啊，痛心到了基础啊！是我们记住老师真实的教诲，幸福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虽然受尽了苦难，来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以当前苦难换取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忍受一切的侮辱、毁谤、陷害，我们希求啊，拿这个来换取我们能够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很大的安慰。啊，决定不责怪这些人。啊，我们对这些人还是尊重。啊，如果他找我帮助，我还是很热心帮助他。啊，绝不会记仇。啊，绝没有怨恨心。这是我这一生在佛法里学得的。我们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的观念变过来了。啊，如果不是接触大乘佛法，我们的错误观念会永远错到底，生生世世错下去，回不了头来。啊，所以诸位同修，你们看看我这一生修学的历史，这几句话是个写照。既除苦矣未说法，当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是既除苦啊。我搞了六七年的时候，遇到李炳南老居士为我说法，哦，我懂了。我要没有张家大师那个基础，到台中听佛法也不管用。啊，说老实话也听不懂，啊，听听一些皮毛而已。啊，真正的基础是减轻贪嗔痴慢，明文利养是非人我的观念。啊，
越淡薄越好，然后接受善知识说法，我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能够依教奉行。所以李老师把弘扬净土这个事情交给我，特别是把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交给我，教我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弘扬。所以我的修学是有师承的，决定不会背师叛道，决定不会忘恩负义，我们这个小讲堂小教室，我三位老师照片挂在我们讲堂上，每一天在那上课如同老师在座一样，对面是韩馆长护法，永远不离啊，身形虽然不在，精神永远集合在一起，我们知恩报恩，我们决定遵守佛陀老师教诫，绝对不会做出欺师叛道，不可能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在这里才有成就，在这个地方才足以为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，就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你们想想，忘恩负义，这个样子好吗？背师叛道，欺师灭祖，这样子好吗？社会上都是这个样子，这社会完了。我们要做好样子，不能做坏的榜样。这是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